你唱到几时，我哋听到几时。非常非常有魅力，觉得他很坚持的在做一件事情。希望更多更多的人了解杨千嬅，然后喜欢他的歌，来看他的秀。杨千嬅。让我们唱的每一首歌，你们都有不同感触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特别开心今天可以来到千嬅姐演唱会，因为其实《生生不息》结束了之后，我都没想到我们三个还可以再合体。谢谢你邀请。这辈子会记得两下。